陈飞啊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，我不说，是因为我想让你陷入更深渊。要不要赌一把？ 赌什么？不管过了多久，不管去了哪里，我总有一天还会再见你。一见到沈教授，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 也许以前真的见过。曲终人未散，镇魂与你是相见。曲终人未散，镇魂与你。 曲终人未散，镇魂与你是相见。一见到沈教授，就有一种。 一见如故的感觉，谁知道呢？也许以前真的见过吧。